丫丫介绍三种新疆的甜食好了。哈密瓜、梨、杏儿。哎，这么自然，不能是。不能像我们似的做作一点，想一想。哎呀，急了。甜点。新疆啥都甜，新疆的姑娘最甜。哎呦哎呦！为什么？说出三个理由。日照时间长。等啊！这都听出来了。他原来有一次特别狠，就是一首歌的曲子加速倒着放，他给听出来是哪首歌。那是第二狠的，最狠的一次还没放呢。那不成点歌了？说啥歌放啥歌？说啥歌放啥歌？那我也行，是吗？五尺身材，五尺身材，那就是。哎呀，人说高度又不是宽度，真烦人。一尺啊，相当于咱们今天的31到35公分之间，正好是1.65米左右。那小童也排除了，排除了，小童八尺女孩。你四个字，答。第二个字东北话，东北话，在那个冰上面，出溜滑。哇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猜对了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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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了这题，这里面一定有天才呀，这里面。我就想问一下，天才前几轮怎么不发挥呢？时而天才，时而蠢才。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四个字。什么东西？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公益免费。以后都用这个架起你，形象高大了许多。哇，腾哥好认真啊，大家都。咱不说别的，就说腾哥说敬业这一块儿。要说人家为啥能210亿呀、啊？